大家好，我是阿叔，这里是金沙江大峡谷，左边是哈巴雪山，右边是玉龙雪山。现在我是前往石鼓方向，在未来的几天，我将会穿越三江并流，也就是长江、烂长江、怒江。在丽江的房车营地住了太久的时间，也该换一换，换到温暖的地方去吧。前面就是石鼓镇，这里有长江第一湾，这里就是长江第一湾。详情可以看我的另外一个航拍视频，从空中俯瞰长江第一湾。这里就是石鼓镇，一个有1800年历史的古镇。石鼓在这个院子里面的这个亭子里有一个石头雕刻的石鼓，所以这个镇呢也就叫石鼓镇。当年红军从这里走过，大家看见没有，这亭子里面有一个鼓，是石头做的。
穿行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古镇里面，踏着这个古老的青石板路，似乎是穿越在历史岁月的长河里。远处就是长江第一湾，这个上面是红军长征渡金沙江的纪念馆、纪念碑和雕塑。这座铁桥也是当年红军走过的铁桥，红军从这里走过，渡过金沙江，往北去往了延安。Thank you.
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次再见。